最新消息，乔氏集团股价大跌，目前已跌至最低百分点。完了，全完了。乔总，我们的股票全砸手里了，市场咋抵不住压力，跳楼了。啊！负债补偿，爹，钱你得还。大家冷静一下，谢谢。这都是什么？老子姓乔家，名林锦多哈，现在车子房子都没有了，老公要死，让我冷静。那我怎么冷静？股市本来就有风险，大行情本来就不好，你们不炒股也没有用。你别听我说话了，你再多说一句，老子再动全家试试。妈的！把我们当死人欺负的，兄弟们，干死他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老爹打，现在就拿你来赔。放开小总，小总，放开我！小苏，小苏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子一辈子积蓄全都怪你，我诅咒你永生永世当乞丐，永远都翻不了身。别打，真可怜。小苏，那群疯子没把你怎么样吧？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脏死了，赵花子，别碰我家公子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我穿越了？穿越？苍天无眼，我真成乞丐了，是个乞丐。就你这穷酸书生，还敢攀附我们宋家？你爹娘都死了，这婚书你还是烧给他们。本公子的女人，你也敢纠缠？给我打断他的双腿，我要让他这辈子只能跪地乞讨，当一条连狗都嫌弃的乞丐。公子，我们走吧，别跟着疯起来一般见识。跟我走，公子。人呢？被宋家丢出那个书生呢？朱大年，他说他在这乞讨，如入丐帮第一天竟敢摸鱼。帮主放心，我找到他，一定好好教他做乞丐。儿下是旨。啊！去找，不让皇家挑衅一步。是，太师有事吗？太有眼了，我终于找到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苏，你怎么也穿越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穿着男人的衣服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家郡主是女儿身？婵儿，把剑放下。郡主，你穿成郡主了？我不是你口中的小苏，我叫霓裳。霓裳。霓裳，郡主，诅咒你永生永世当乞丐。穿越，刚才诅咒的人只有我一个，就我一个人被诅咒。你既然不认识我，为何到我来这里？陛下命不久矣，之所以找你一个乞丐，就是为了让你继承皇位。继承皇位？我一个被诅咒的乞丐，我拿什么继承？20年前，七位皇子为夺皇位，死了5个，
封了你。如今陛下命不久矣，膝下无子。传闻四皇子和被打入冷宫的赵皇后曾育有一子，流落民间。无论你的年龄、长相，还是这块胎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冒充那四皇子和皇后生的孩子去继承皇位？你是觉得当今圣上病得不够重，还是觉得人家龙头不够绿啊？陛下卧病不起，已无法掌管朝政，而那群迂腐愚昧的老东西，最终他们不过是一个够格鞭打他们的人。所以你就找了个乞丐领导他们，你可真会玩。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国师曾放言，得秦家之女者得天下。先摆脱你低贱的身份，拿着这块玉佩去丞相府提亲。花这么大劲儿帮我一个小乞丐，你图什么？你都为了什么？顾不得师傅，退起师傅。你为我下了双生，只有一辈子当我不傀儡，才能享受荣华富贵。要不然，生这个是我认识的律师，何文秘书，就是一样。大胆狂徒！我家郡主可是天选之女，你再敢无礼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杀我？来，你杀我！你看你把我杀了，你主子能找到像我一样龙象之？你够了，倒是有些胆识，但这世间还没有我能看上的男人。如果你真的能压住我，我不介意做你的丫鬟。在这之前，请你拿下丞相的女人，证明你的实力。拭目以待。陈二，为皇兄更衣。哎，不需要。哥泡妞靠的是魅力，给我点钱就行。各位大爷，行行好吧，三天没吃饭了。两位好心的大爷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苟富贵，勿相忘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。谢谢他。小启，你发财了。是你兄弟我。何止是发财了呀。走。叫上兄弟，跟我去丞相府提亲。大人，小姐又跑怡香园当花魁了。孽女，他明知今日镇南王大人要来提亲，还去青楼，是想让秦家灭门吗？立刻备轿，找秦的官兵回来。是。丞相大人，外头来了一些乞丐，说要提亲。什么？乞丐提亲？胡闹！我去派人打断他们的手脚，让他们连饭都不能要。是。我们要见上天，我们要见上天。你们这群乞丐，胆敢在丞相府面前放肆，不要命了？好你妈呢，把你家小姐叫出来。我兄弟今天是来娶她的。呸！就你那个鸟样，还敢娶我家小姐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再不走，小心我给你办冥婚。妈。我们丐帮打架就没怕过谁，兄弟们揍他丫子！别冲动，兄弟，通融通融。兄弟，不是我不告诉你，今日小姐不在府中。那你家小姐去哪儿了？放心，不告诉外人。我家小姐最看重的就是人品和才华，我看公子人品就是一等。怡香楼，
有点意思。兄弟们，绕道，逛窑子。朝督领导。这群乞丐真有钱。各位客官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呀！哪来的脏东西？我们最不欢迎你们。我就喜欢你个妈妈狗眼看人低的样，兄弟们，展示！哟，原来是我们的公子哥喜欢扮叫花子呀，真有情趣！干爷们，里面请。天哪，哪来的臭乞丐？你可滚出去，别打扰我们的雅乐。今天爷不是过来要饭的，是来睡花魁的。一个乞丐，也敢说睡花魁？你怎么不说去当皇上呢？赶紧滚出去，不然别怪爷不客气。等等，这乞丐我认识，怎么你没被打死？果真是贱人，改行当乞丐了。你不是把我未婚妻抢了？你来这儿可知道？一个小妾而已，管得着我在哪儿吗？哼，都是你们这群连狗都嫌弃的东西，当真是叫花子逛窑子，头一回啊。兄弟，就这家伙打的你？就是爷爷我，立刻从这里滚出去，坏了爷的眼性，抽了你们整个改了。嘿，你个狗东西。哎，咱兄弟是过来玩的，别扫兴。玩？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弄见了这一箱，但你大可以问问这里有哪个姑娘愿意伺候你们这群又脏又臭的穷人。陪我兄弟玩。你穷疯了吧？谁愿意伺候你们这些臭？哇，一百两。我问你，这钱还臭吗？不臭不臭。今天陪好我兄弟们，重重有赏。哪来的钱？依我看，这钱八成是偷来的吧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钱来逛着花楼。作为刑部尚书之子，今日我便子承父志，把你押入大牢，大刑伺候。好一个刑部尚书之子，对我动了私心。你知道我爹是谁？哦哦，你爹是谁啊？来，你说来我听听。你不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野种？今天就是把你当场打死，都没人来给你收尸。你说谁是野种？我就说你是没人要的野种。花魁来了。好一双柔情似水的眸子，把我的魂都勾走了。小姐，今儿好生热闹，还有叫花子呢，就直勾勾看你那个，长得好生俊俏。是啊，小姐，闻言这是您最后一次上这一香楼，可有此事？没错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再让我家小姐失望，我家小姐可就要被指腹为婚，成为别人的新娘喽。赵某乃名门之后，苦读十年，只为此刻，还请诗儿小姐出题吧。这是我家小姐最后一次上怡香楼，就拿这怡香楼作诗一首吧。怡香院前花万，怡香楼上花一。纵使身从万花过，倾心只为花意。赵公子真乃大才，不愧是名门之后，苦读十年。臭要饭的，现在拍马屁已经来不及了，等着被大刑伺候吧。喂，那个叫花子，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会作诗？哼，一个乞丐怎会懂诗？让他作诗，有辱斯文。赵公子，他要丢人就让他丢呗，没有他献丑，怎能体现出您刚才七言绝句的绝妙呢？
我倒想看看一个乞丐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。走，叫花子，别说本公子不给你丢人的机会。来吧，来呀、啊，叫花子作诗呀。他要是能作诗，今夜本才子就不舔美人的脚，给他舔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当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，诗句早已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好一个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乔公子请吧。故人西辞摩天楼，烟花三月上京都。欲问知己何处有，老鸨遥指移香楼。好好一个欲问知己何处有，老鸨遥指移香楼，简直道出了我们这些文人墨客的心声啊。果真是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妙妙妙个屁啊，什么摩天楼老鸨，有辱斯文，狗屁不通。对的吃送给对的人。十二姑娘，乔某之才不雅，但你愿意做我的知己吗？乔公子谦虚了，你的文采是十二见过最特别的一个。说话呢，十二姑娘竟然说话了，这应该是十二姑娘第一次和外人说话。能让万千才子来移香楼的十二姑娘，最后该不会相上一个乞丐吧？臭乞丐，你配不上十二姑娘，要是不想再被乱棍打死，立刻就像条狗一样爬出去。敢动我乔兄弟，真当我们丐帮无人了吗？一群乞丐还想翻天不成？信不信本公子就全给你们绑起来，五马分尸。赵公子，你也是名门之后，如此仗势欺人，真是让我家小姐大开眼界。十二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群乞丐人穷志贱，用偷来的钱逛青楼，想必这诗一定是他偷来的。没错，乞丐怎么会作诗？这首诗是他偷听来的吧？你放屁！我兄弟家道中落，被奸人所害才成了乞丐。在座的各位跟我兄弟比文字都是垃圾。一个乞丐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姓乔的，如果你真的有才华，何不再做一首？对，真有本事再来一首。乔公子，我家小姐虽对你有好感，但仅凭一首诗还不足以夺走我家小姐的女儿身，你不妨再作诗一首，就以这青花瓷如何？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。十二姑娘，比起作诗，我更愿意为你谱一曲，唱这青花瓷，唱我心中的诗情。诗曲。来人，上笔墨。姑娘，麻烦交给吹箫和弹古筝的姑娘。赵大公子，你是大才之后，借把扇子用呗。可以，但你要是做不出，我就用这把扇子割了你的舌头。奏乐。苏培勾勒出青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。词还能这么念？郡主，这叫花子好生有才，把他献给秦氏儿实在是可惜了。要不怕绑了去，让他把童子身献给您。别闹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时机差不多了，去吧。
这公主找到了，在哪？你想？你想？真是个亲生的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北城内所有弟子上青楼。是。乔公子的才华真乃博古通今呐、啊！这一瞬间，我和青花瓷仿佛穿越了古今啊！少兄，你不会也觉得这首曲儿也是我偷的？挣不了台面的自娱自乐吧？你不会真的以为这狗会哼哼两句就成人了吧？这里看的不只是才华，更看重身份地位。你一个乞丐，拿什么配十二姑娘？那你就配得上吗？赵公子，他是我家小姐相中的人，注意你的身份。他就是一个脏得不能再脏的恶臭败类，你乃千金之躯，怎么能……闭嘴！乔公子的才华让十二倾心。乔公子，今夜十二只属于你。乔公子，随我上楼吧。你成了兄弟，今晚你把京城第一花魁给睡了，必名震天下，咱们丐帮的脸真让你长大发了。诸位，乔某就先告辞了，拜拜了，大谈之后。逆云，你敢在这青楼丢了清白，你爹今天就死在这里。丞相大人。丞相，赤爱姑娘的父亲竟然是当朝丞相。丞相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小婿自降身份来这烟柳之地，只为让诗儿能迷途知返，可谁知他却被这乞丐迷了心智，我是怎么劝也没有用。有劳先生，你立刻给我回去，嫁的是王相之人，可不是这群寻花问柳之徒。岳丈好，小婿乔启想提一个亲。从头到脚你哪配？秦氏，你说来这儿当花魁是为了遇到董母，知你的才子，难道你的知己就是这么一个臭道虚伪满头草头的乞丐？乞丐，要不是你们当官的不作为，能有这么多乞丐？就是啊，你五脚蛮缠的叫花子敢跟我这么说话，我可是本朝的丞相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刑部尚书之子，丞相一都是爹妈养，谁不是爹？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元首，怎配与我跟当朝丞相相去？爹你妈，你大丈夫立于天地，既然你们狗眼看人低，我就让你们滚。丞相，你可认识这个？皇室的玉佩怎么会在你身上？难道你是？好你个胆大包天的野人，都偷到皇家头上，今日你白死我子。来人，即刻将这狂徒给我押入天牢，一十八种酷刑一应你身上。想动我兄弟，先过我朱大年这一关。别急啊，你们一个都少不了。你个孤儿，我灭不了你满门，我就慢慢把你们折磨致死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带走。姓赵的，我劝你放了我跟我兄弟，我可以给你留一条全尸。死到临头还敢跟我讲，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。扒开他的嘴，我看谁敢。爹，他是女儿认定之人，求爹护他周全。我怎么又养了这么一个不孝女，到现在还惦记这个乞丐小偷，无父无母的狂妄之徒，还想着和他洞房，我现在就废了他。镇南王到。镇南王怎么来了？他是我朝唯一的外姓王，难道也是为了施爱姑娘？见到镇南王怎么还不跪下？吾等参见镇南王。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秦丞相乖乖休息。你为我五朝鞠躬尽瘁，以后见到本王无需跪拜。谢镇南王。一个乞丐见到本王
你为何不跪？我乔启一生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为何要跪？今日是本王向诗儿姑娘提亲的日子，王跪下，该跪的应该是。但不知，镇南王，今日我就替你砍断他的头，让他跪之世间万人。谁？王兄，你的身份还不够让他跪。云霄，你作为当朝郡主，为何要护着这个低贱的乞丐？因为他是当地世上唯一的龙脉，别说你这个异姓，就是这天也不敢让他跪。所有人起身跪新皇，所有人起身跪新皇。皇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是说我踩在脚下的一个乞丐。我为武朝郡主，奉陛下之命寻龙继皇位，与上方宝剑在此，见到他如见圣上。所有人起身跪新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王兄，你为何不跪？我不管他是皇子还是乞丐，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具尸体，不会死。镇南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是要谋权篡位吗？那就让儿子瞑目抓奸，除了王妃和丞相一个不留。你先走。少夫，快走。你疯了吗？少爷是我后娘，这事必须保护你。主人啊，是男人的看单挑吗？单挑就是你我一对一，决生死分天下。别疯了，你根本不是他对手。我也对不起你。方玉子，你可岂夫之勇，何其狂妄！我就给你这个自取其辱的机会。什么？跪下！本王跪下！双腿跪下！小姐，这南方这个狗娘养的，你怎么让他想起我来？都别过来！是对，我还没有说。说你的懦夫还有点脾气，但这天下不是你能够染指的。双腿还没跪下，你都这点力气还想分天下，你配吗？找死！不要！不要！我大兄弟，南王，有种你就冲我来！你都别过来，我还没说。你。我和武功是没你了，老子的命比你硬。王爷小心！兄弟，你可不能死啊！咱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啊！你输了，带着你能退下。输？绝不会输给一个乞丐吗？三郡的镇南王就这么输不起吗？说好的一对一，要不是你的手下，你早就死了。嗯。你觉得孤辉可以吗，兄弟？现在破坏规矩的人没了，继续。镇南王，我老朱跟你拼了！你呸！大爷，小苏，抱歉。别逞强了，你会死的。他今日必死！要杀他，先杀我。是，退下，别胡闹。你是本王的容妃，未来的皇后。该护着的是我，不是这个乞丐。我要嫁的人是他，不是你。是不是引人之语，我就不敢失望你。说说这段时间来，你为何要这样作践自己？谁生下来就想做乞丐？谁生下来就想低人一等？花猴将士，你要走我！我还没说，拉！我还没说，拉！我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想死都给本王跪下！镇南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镇南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宁宇，这乞丐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？你连爹都不要了！是你是非不分，贪生怕死，天下都交给他，必将秀莲同堂。
好啊，孤本想做个明君，是你逼着本王做暴君。陛下，臣是站在您这边的，这对你还有用，还有用的。所有人听着，不想死的，不表明忠心的，就一人给他们一刀。所有人听着，不想死的，不表明忠心的，就一人给他们一刀。我誓死效忠镇南皇，我等誓死效忠朱南皇。想不到重活一世，还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本将心向苍天，奈何苍天瞎了眼。有种的，先砍我！这个乞丐倒挺有种，我倒要看看你命有多硬，能扛多少刀？去死！打我们青面豪欺负！皇主，皇主，皇主，又来一个老爷种，去死！你烧成这样，谁干的？谁干的？不，不，你叫我啥？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帮主，就是那个叫镇南王的，他怎么说好要跟我兄弟单挑，结果使诈。叫我好吧。啊，求你擦亮叫镇南王！现在世上还没有人敢跟本王这么说话。大胆逆贼，竟敢对王爷不敬！犊子，爬起来，跟我老丈官打一架！既然你若敢动我，镇南铁骑金戈剑就能到命这里。我未满的老千马汉，哈哈哈哈！被我这帮两万弟子包围，今天你要把跟我老妖花打一架，我老妖花打死，我算你都不是个青龙。乞丐，丐帮是要和朝廷作对吗？是要造反吗？造反的人是你，贵为皇子，未来真皇，而你一个逆姓王，却想杀人灭口，篡夺权位。今日你必死！好、啊，这是我丐帮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小花，镇南王掌管我五朝三军，他死边境必乱，动不得他。非要动他呢？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吗？虽打不过你，那我年轻时，你说一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也撑不住。你若再不救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少打磨，今天的良子算是结下了。让反骨的东西，我再想换他，逼住你的镇南铁骑，手抄百万兵马。该把要反了他！见你的人，滚开！你等一下，今日之事，谁敢说出去，诛九族！以上，孤期待你带着你的乞丐龙种上皇宫，孤更期待一刀一刀活活死整个丐帮。走！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乔帮主，他怎么样？你就是要嫁给我儿，我弟子的花魁，那同胞丞相的女儿。我虽不知乔公子的心意，但我心已属他，此生非他不嫁。你是谁啊？小女无伤，武朝郡主。奉陛下之命去龙族西湖卫。郡主，镇南王的嫔奴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是我长兄。一对狼子野心的兄妹。曹帮主何意？我的爱徒伤势还未痊愈，需要人照顾，去有劳师姑娘。你跟我出去说。
爸。你醒了。爸。我爸呢？你爸？你是指乔帮主？他跟霓裳郡主有事商议。他俩能有什么事？难道他们两个认识？今日这局就是你这里。乔帮主所指何事？韩冲，你这时间算得可真够久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给他下了收生蛊，他死我也死。你这恶毒的女人！王叔，双生蛊同生同死，我不会害他。之所以拉丐帮下水，是因为这世上只有丐帮能与三军抗衡。让我丐帮两岸兵马对抗？女娃子，你真把我在银香楼说的话当真了？我丐帮人事多，一个个连饭都吃不够，缺胳膊少腿，全靠上天赏饭吃。我凭什么让人家是无聪明、是无夫妻之力之人去打这不可能赢的仗，剥夺他们生的权利？成大事者绝不能心慈手软，当初你就是因为心软才败了，失去了心爱之人，沦为乞丐。难道你想让他跟你一样沦为乞丐，受人唾弃吗？可能站到高位就是赢，但是没有权利，留不住任何东西，只能靠人施舍。不可能让我的人去送死，让丐帮和北岸兵马对抗，根本毫无生存。我有办法。傻孩子，伤还没好，跑出来干什么？你是我爹吗？你是我爹吗？别瞎叫，我乃丐帮帮主，想认我当爹的乞丐大有人在，可能不当你。那你为何不惜与朝廷做对抗，要过来救我？我救的只是你吗？我救的是丐帮的人，别瞎攀关系。你刚才说有办法对抗北岸金兵，有何办法？我们丐帮和镇南王差不是二十兵器，我能做出来以一敌百的兵器。以一敌百？什么兵器这么厉害？你比个八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何物？不认识。又是什么情况？看来穿越的人只有我一个人。哎呀，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知道。不过这一步需要钱，很多很多钱。别盯着我，今晚你在怡香楼花了我所有的谢银，我就是想回王府拿也来不及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难道你想向我老叫花子要钱？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现在赚钱也没时间。银子我有，这些都是我在怡香楼为未来夫婿攒的嫁妆，虽然远远不够，但是我爹是武朝第一贪官，要钱有的是。哈哈哈哈，人家得丞相之女者得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夜你俩就动了一主意，生米煮成粥饭。不是你个老不正经的，你疯了？我这还有伤呢，我死伤怎么办？喂，你伤的是上半身，而且我已经给你输了真气，只要不过度，不会伤了元气。女娃子，她毕竟有伤在身，今晚你就主动一点，不要放了张口。十二知道了。公子，我扶您回房间休息吧。看我做甚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在怡香楼卖弄诗词歌赋这么长时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没错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走吧，十二公主。你也喜欢玩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哈哈哈哈，就是现在不喜欢，以后会越来越喜欢。双生蛊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毒。母虫虽然控制着公虫，时间越久就越喜欢，甚至可以为对方去死。我说你这女人对自己可真够狠。今夜成败在此一举，不爱就别瞎捣乱。我怎么就养了这么个白眼狼？得罪了镇南王，他必死无疑呀、啊！
必须让镇南王表忠心，把小姐从异乡中回来，我要亲自押到镇南王府。是。丞相大人，小姐带着姑爷回来。姑爷？什么姑爷？谁的姑爷？小西小姐，特向岳丈来提亲。你小子命真够硬，受那么重的伤还能站在我丞相府。那还得是秦丞相教育有方啊，要不是十二小姐这几日天天照顾我，一针一线为我缝伤口擦拭身子，也不会好得这么快。爹，我和齐郎今日前来就是想和您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，明天是个良辰吉日，十二想。我杨凯让你母仪签下，不是让你母仪乞丐。就算他是真龙又如何，一个乞食的叫花子怎么能配得上我女儿呢？爹，怡香楼那晚你也在，启良他绝非凡人，他的才华世间仅有，未在乎之人，他一人之力就可以抵挡镇南王千绝，受千刀万剐，他就是十二要找的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十二此生非他不嫁。那都是无用之才，贫妇之勇，要不是那个老小花子救我们，我们早都被他害惨了。爹，我贵为武朝丞相，竟然沦落到被乞丐视角，传出去丢人丢人的。你明明可以选择镇南王，让我们秦家一步登天，天不要选择这个色胆包天的叫花子，一通万年的。跟我走，趁还来得及，趁还有的选，甩这个叫花子去镇南王府当皇妃当皇后。孙丞相，你没得选。你可以。岳丈大人，我和十二姑娘的婚事不是来征求您的同意，我和十二姑娘已经生米煮成熟，我相信她一定怀了我的胆，我跟她成婚一刻也等不了。先生还有事上吗？就这么把我女儿给杀了？他妈是畜生，是禽兽！岳丈大人，我知道您不信任我，但是他镇南王能给你们秦家的我一样的。叫谁岳丈？你能给什么？人家镇南王手握百万首级，你呢？能和乞丐称兄道弟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你呀，被一个小花子破了身，现在就是镇南王给他当小妾都不配。你说你怎么能看上一个乞丐呀？乞丐也是最大的乞丐。我说老秦啊，你真他娘是个怂包蛋啊！镇南王，你怕他个蛋啊！今天我老教皇决定，你的女婿就是下一任帮主，还有你的女儿绰绰有余。你老秦家以后就我丐帮罩着，镇南王他动不了你。你们丐帮不会想和镇南王做妹妹？哎呦，一个个都吃不饱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就人家镇南铁骑一长枪出来能穿你们十个。哼，你们丐帮自身都难保，拿什么护我秦家？我的人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有了上顿没有下顿，还不是被你们这些贪官所赐啊？跟我狠，小心我一招拼死你。哎，帮主，这岳丈的话是难听，但是基于在理啊。岳丈，我乔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，能一打十的不是他镇南铁骑，而是我丐帮弟。哼，年纪不大口气不小，你可知道镇南铁骑？秦丞相，现在觉得我的口气还大？这为何物？改朝换代，开天辟地之。哼，
秦丞相，如果我们丐帮人手一把这个，那你觉得我们丐帮弟子能否打得过那百万雄兵呢？我的好女儿，恢复瞎眼，活人真容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秦丞相能屈能伸，不愧是我武朝的第一丞相。不过小婿这一件小事儿，不知岳丈可否出手相助啊？吾皇婿，请走。这生产此物呀，需要大量的金钱，不知岳丈可否资助一些？对，皇婿要多少？不多不多，1000万两白银。啊，1000万两白银，我朝国库都不敢说有1000万两白银。你问我要1000万白银，我是武朝丞相，又不是御天庭的财神。爹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何故谦虚呢？太家女儿。秦丞相，这江山社稷就在你我二人手中，是千古留名，是万人敬仰，还是带着那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受先夫所指，遭后人之唾骂？您是大才，不用我教吗？微臣秦明，愿为武朝喊出一嘴，奉献毕生，奉献所有。跟着小姐这些年，看了这么多才子，想不到最后是一个乞丐成了姑爷，那也是万中无一的乞丐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姑爷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！哎呦，您怎么还穿着这身呀？不成体统。我等会儿要带我娘子去见丐帮姑爷，穿这身方便。姑爷，不合规矩的，今夜是要洞房的，小姐不能外出的。哪来那么多规矩啊？在我们那儿，现在夫妻都要敬酒了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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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介意我是个叫花子吗？十二就喜欢乔公子的叫花模样。帮主，为何不告诉弟子们少帮主是你的儿子，这样更容易服众？吾儿比我有出息，他的能力不亚于丐帮，我的身份只能成为他的绊脚石。武师爷在上，弟子乔山峰，丐帮第七任帮主，欲将帮主之位传授于乔启。不是弟子偏心啊，是我儿子真的有本事，相信他会带领丐帮走上一个新的高度，会创造出一个没有乞丐的丐帮。大娘，听说咱这丐帮新郎官娶的是丞相之女，他本人可是皇室龙脉，你和他是结拜弟兄，这事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郭大爷什么本事没有，叫我看人准，打在我身上一点屎啊我说侄子，他叫死人能跟楼，他呀是咱们丐帮的红星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只要如果成事，咱们丐帮天天喝酒，天天吃肉。来祖宗大口喝酒，为我好丐帮复兴高。无锡真是一群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，知道那晚上咱们对抗了是一杆铁骑吗？得罪了掌管三军的镇南王，这顿饭就是送行罢。哼，苏帮主，你怕他个蛋呀？那镇南王就是一个逆反之徒，我兄弟他是人中真龙，只要真行点，真拿鸡毛当令箭，谁给你的资格敢这么跟我说？跪下！看来过了两天有福气的日子，忘了我丐帮帮规了。我以丐帮副帮主之令，让你这无代弟子给我跪下！看来
你还挺不服气呀、啊？你把人家当兄弟，人家把你当狗啊！不是你这么说，兄弟，还真是愚蠢。他真把你当兄弟，真的正眼看过你，为什么不安排你跟他同一桌？人桃子就大官之，为什么给我安排在这儿？一天天一上午一家人坐一起了，连同一个字。如今百万雄师将至，他却拿我们这些乞丐当盾牌。说白了，我们就是他养的一条狗，这些饭就是他赏给我们的口饭。弟兄们，我带着弟妹给大家敬酒了。哎，怎么一个个都呆着呢？大娘呢？大娘，大娘。大娘，你怎么跪着呀？我给我叫他们起来。我让他跪的，我没让他起，他就不能起。前辈是丐帮副帮主严坤。晚辈见过严副帮主，不知严副帮主为何让我兄弟跪在地上。作为丐帮副帮主，他低贱的无代弟子下跪需要理由吗？哎呦我操，什么时候乞丐也分三六九等了？起来，起来！乔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是帮规武逆尊上，你还把自己当丐帮人吗？什么叫丐帮人？不分青红皂白，让人跪在地上叫帮规，就破正帮规。如果忤逆，就为老不尊的东西叫做忤逆尊者。我他妈就忤逆了！你敢打我？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如我所说，这个人从来没把自己当丐帮人，从来没把我们当自己人，所以这种卖命知道吗？桃子，别假惺惺了，和我们称兄道弟，不就是让我们冲在前面给你当肉盾吗？我们丐帮绝不做你的替死鬼。看到我的人不傻，你现在连当乞丐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当皇帝。不想死，滚出丐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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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团员的，让谁滚出丐帮？太岁帮主，狗皮痒的东西，要做好。帮主，就是这个没规矩的家伙，以下犯上无师帮规。赶紧帮主将他逐出丐帮！谁说他以下犯上？帮主，赶紧！丐帮打鼓棒在此，丐帮弟子都给我跪下！五代弟子想起上前，弟子在。本帮主今日要闭关修炼，现任你为丐帮下一任帮主，掌管丐帮一切事务。今日将这打鼓棒传授于你，今日起。你就是丐帮第八任帮主。八任帮主，弟子遵命。帮主，我跟了您整整二十年，我不明白您为何把帮主之位交给这么一个目无尊长、无师帮规之徒。丐帮交给他，我丐帮必亡。我不服，我也不服，我也不服，我也不服。娘的，本帮主的决定需要你们来评判吗？帮主，哪怕今天是忤逆您，我也要知道他到底是谁。让你不惜与朝廷为敌，不惜赔上整个丐帮也要帮他。他的命是命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帮主，我生来就是乞丐，没有吃过饱饭，没有睡过女人，甚至没有远大抱负，但是能和兄弟们在一起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好几兄弟，感谢你让我吃了一次刚出锅的肉，但我不想死，我要活着。兄弟，把我逐出丐帮。我也不想死，请求帮主将我逐出丐帮。你们起来，你们先起来。正如你们所知，跟着我乔琪就是在和镇南王作对，在和五朝的百万雄师作对，在和天国作对，随时都可以丢掉性命。我乔琪也没理由，更没有资格让大家牺牲掉自己的性命。大年，帮主，
你什么意思？用钱收买我们？这些钱并非是收买的，现在离开丐帮的弟子，每个人可获得十两黄金，就算是大家对于丐帮这些年做出的贡献，算得起。愣着干什么呀？拿钱走人呀！等着送命呢！各位，在走之前，我有一些话想送给各位。咱乞丐从来不是低人一等，把大家聚集在此，并非是乔某瞧不起各位，而是我知道，与那些身穿华服的人坐在一起，你们会浑身不自在，哪怕是吃一些山珍海味，也是难以的。我乔姐在这里，以后我吃什么，你们吃什么？我多有钱，你们就有多有钱。我要漂亮老婆，你们也要漂亮老婆。即使上了战场，我也会站在众兄弟面前，不会后退一步。你个疯子！真想为了这莫须有的东西付出自己的生命？我们本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乞丐，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你们这群孬种，这样窝囊的日子，你们难道还没有过够吗？去他娘的乞丐！他当官的，缺德娘的镇南王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小爷我就是要和我大兄弟同生死，共进退，再也不想受人欺负了。就算是要当乞丐，你要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。对，真汉子，我再也不要吃别人的劫来之食，甚至去和野狗抢食。再也不会因为钱给别人下跪。我要娶媳妇，我要当男人，当有骨气的真男人。韩雪英，韩雪英王府，乾坤，见过仙人王府。半年，怎么了，兄弟？以后你就是咱们丐帮的副帮主了。副帮主？我？没错，你做副帮主之位，我信你。严副帮主，跟我兄弟对接一下。小赵花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在丐帮打拼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。你在什么？敢这么跟我兄弟说话？你，帮主，帮主，我跟你几十年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闭嘴！丐帮我交给乔启，我放心，我相信乔启，带领丐帮会走出一个新的高度。郡主，是婵儿小瞧他了，他是能成大事的人，但是他今晚就要跟秦氏儿洞房成亲了，这您能甘心吗？洞房？没我的允许，他能洞房吗？娘子，你可曾后悔嫁与我？从今以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氏儿都会陪在相公身边，两鬓斑白。哥，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这娘们又开始哭。你上，你上。乔帮主新婚之夜喊我们做，不太好吧？你别演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几日你似乎有些摸不着北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我才是你的。你做任何事不需要经过我的许可。郡主，你对我们启郎做了什么？这启郎叫得好生轻柔，我告诉你，是我让他娶的你，你的作用只是帮他登上皇位。铁青也是来分大小的吧？大小？外请生哥，外请生哥，非你私人私心，不能成其私。你觉得我需要分大小吗？臭娘们，还能让你骑到我身上？是，
我要是等会儿再被控制，你就拿这个刺穿我喉咙。今夜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打扰我们洞房。若相公死了，顺儿绝对不动火。 君主，你还真是好雅兴。你要看我跟我娘子行夫妻之事啊？你以为你用死要挟我，我就没办法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不是，我累了，今天晚上就在你这儿睡了。你这个臭婆娘，臭婆娘，你就是个臭婆娘！君主既然喜欢相公。 为何不嫁给他？你误会了，我对他并无爱慕之情，我只是不喜欢我的东西去讨好别的女人。兄弟，没少折腾了，滚蛋！去把那些人给我叫过来，我要试试。房主，这美女再婚，你还起这么早？年轻，第一是好啊。 昨夜虽有良辰美景，阮他家人相伴，但是十步，以我们丐帮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足以对付镇王。陛下也命不久矣，留给我们的时间，大家也不需要怕，只要陛下还在一天，他镇南王就不会有任何的大碍。只需三个月，我便可将丐帮打造成无人之地。王主已有计划，只能再招一个人，得民心者。 这是好物，这个呀叫做缝纫机，是我连夜所制。我岳丈虽是武朝第一峰，但是我们丐帮弟子众多，我岳丈之后更是要转型成亲政联名的好官，估计难以支撑我们帮派的支撑。有了此物，我们便可自食其力。光有大，更为我们丐帮胆心竭虑。新婚之夜，不谈儿女情长，却为我们丐帮将来做打算。我蒙古公实在佩服。 来，大长老，钦佩的话，日后再说。这个是此物的制造办法。你找几个手巧的弟子连夜制出，生产出来的布匹以市场的半价售卖。我要以最快的时间颠覆整个纺织业。王主放心，我这就去干。走。成功。此物名为细眼，是粗盐提炼而成。 是烹饪的上等之作，这个是提炼的方法，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现在立刻去一些生意不好的地方，把他们全部买下来。帮主，你不会想用这些盐盘活那些要倒的就罢了。帮主果真是天纵之才，走，我们下馆子去。行吧。帮主，这段时间应该会有大量的人丢失饭碗，只要品行上来。 皆可加盟我们丐帮，加盟？这钱我们自己赚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让他人赚去？我们丐帮人数众多，无权无势，这一次抢了大多数人的饭碗，一定会成为重视。君子不立于危急，有钱大家一起，我们丐帮的堡垒才会越来越高。帮主英明，剩下的人跟我走。 兄弟，你是拿我当外人了？凭什么好事都给他们？我呢？大爷，你就给我的命，堆在帮里面最信任的人就行。接下来呢，我就把我的命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和镇南王对抗的资本。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？此物无需大功设计，轻轻扣动这扳机，即使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也可百米之外。 是一将之首。兄弟，你是人是鬼啊？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单独留下你。有了这东西，我一人就能杀进镇南王府，取了他镇南王首级。这个。
是此物的制作者。每月除了丐帮弟子的每人二两银子之外，全力生产。兄弟，你是想让丐帮弟子人手一把？没错，此物提醒我，这个便是此物的弓箭，一定要保护。除了你我二人之外，不得告诉任何人。放心了，兄弟，我未来媳妇稳不靠。王爷，秦丞相真的把女儿嫁给了那个叫花子？好你个秦明，竟真敢忤逆本王！丐帮那边有什么办法？乔山更命乔启为丐帮第八任帮主，那乔启用着秦丞相的银子，也不沿街乞讨了，更带着丐帮做起了纸女纺织生意，并凭着天南地北的乞丐迅速扩张，整个丐帮竟成了我五朝第一纳税大户。乞丐做生意，这天下还不是谁有钱谁就说了算？陛下还能撑多久？不到半年。半年，如今我朝内忧外患，当朝丞相竟跟着乞丐胡作非为。告诉李御医，让他加快陛下驾崩的速度，并传陛下圣旨，朝中一切事务皆由陛下明日上朝。当真以为你躲着拿你没办法？狡猾，你有钱，姑就抢了你的钱；你有势，姑就灭你的事，我要在你的奔丧宴上让你的结发之妻为姑侍寝。月照，这些日子让你操心。哎，王训您这么说不是折煞我吗？这些日子花的都是为国为民的财力，我秦明为官三十余载，积攒半生的积蓄为的就是这一天。如今我两袖清风，看到五朝百姓一天比一天富裕，我的心从来没这么踏实。丞相大人，丞相大人，朝廷上的传话，明日上朝。上朝？陛下不是卧床不起吗？陛下口谕，朝中事务由镇南王掌管，明日由他代理朝政。放屁！这哪是陛下的口谕，这分明就是镇南王口谕。陛下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坐龙椅，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。大人，上面可放话了，他去无妨。啊！皇旭，咱一家发展过猛，是不是被人盯上了？我这一去肯定回不来了，你可要保我呀你！岳丈放心，明日我随你一起进殿。万万不可。相公，这分明就是为你设的局，你去了九死一生。没错，咱不去，咱爷俩都不去。爷，相公不能去，但您得去。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？你跟我去了可是九死一生的。爷，你若不去，镇南王必定会给你定一个与丐帮勾结谋反的罪名。所以你就让你爹去送死？爹，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大义，您不是一直想当一个千古流芳、为国为民的好官吗？我，石儿，你也别难为你爹了。你爹的为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能屈能伸。这上朝死倒不至于，但八成啊会被镇南王所策反，我们丐帮也会被贴上谋乱之叛。丐帮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，我必须要去。可是，放心，他是以皇子身份入殿，一个异姓王还敢在朝廷上动储君，秦丞相不必害怕，这次霓裳也会同行。好啊，那诗儿也随相公一起去。哎，你是丐帮的老板娘，这后方不能乱。大年这个糙老爷们手粗，这个呀，我娘子帮助我们丐帮造成。此行万分小心，你若是回不来，十二定造出这个毁了整个皇宫。放心吧，我还要跟你两鬓斑白呢。郡主，我和我娘子马上就要分离，你就不能赏我俩一个缠绵夜吗？早点休息，把精力都放在明天早上。相公，
参见镇南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秦丞相见到本王为何不跪？龙殿之上，本官只跪龙皇。你们这群贪生怕死之徒，陛下还没死，忘了拿谁的俸禄？这老匹夫何时变得这么勇？大胆秦明，陛下口谕，由武王接管朝廷事务，见到镇南王如见圣上，岂容你放肆？陛下口谕，陛下还让我统帅三军呢。你们信？他镇南王分明就是挟天子进诸侯。秦明，你众爱卿先请起。秦丞相，忽听闻你招了一个乞丐当赘婿，何有此事啊？什么乞丐？什么赘婿？王女婿乃是丐帮帮主，大少。那不还是乞丐吗？难道王八头比乌龟大些就不是王八了吗？秦明，你贵为我武朝丞相，却与乞丐同流合污，你真是丢我等的脸！你懂个屁！王女婿不光是丐帮帮主，更是武朝。秦丞相，我劝你把话想清楚了再说。自从那乞丐入赘了你秦家，街面上乞讨的乞丐都没有，却叫他做起了生意。你说他们这些本金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女婿有本事呗，这钱都是他自己的。他自己的？诸位，这是秦家小厮从秦家给我偷的账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1000万两白银从秦家流入外方，这可是整整的1000万，我五朝的国库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秦丞相，你可真是清廉的好官啊。秦丞相，这1000万两白银你作何解释啊？皇旭，你再不来岳丈可就顶不住了。看秦丞相的样子，我想大家心里都明白了。秦明，贪赃枉法有五朝的去一起。你这不是谋反？是他，我没有。你胡说。造反的明明是他。秦丞相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把话讲清楚的机会。你是戴罪立功，还是以谋反之名当场问斩？我没用的东西。雨衣，不需要了，我老丈人的病我能治。大胆，哪来的乞丐敢硬闯皇宫？来人呐！赵少夫，他躲起来也不能进入这大殿吗？你这叫花子还真有胆来啊。这是我家，我为何不敢？大大狂徒，口无遮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在和谁说话？那你可知你又是在和谁说话？你这脏东西竟然敢打！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就是丐帮第八任帮主，你们口中的逆贼。好一个反贼！今日你敢大闹皇宫，你就别想活着出去。王爷，你们交给我，我们刑部一定会对他施用各种刑，让他一个字不落，一颗牙不剩的全部交给我。赵尚书，且慢，我倒想问问你，这乞丐怎有胆踏上这大殿？手握三军的异姓王，敢挟天子令诸侯，却不敢坐这龙椅。镇南王，你可真够怂的。下来，给本王从龙椅上下来。大胆逆贼，简直无法无天，诛他九族，诛他九族。是叛乱的野族，从龙椅上拉下来，即刻出斩！我看谁敢！圣旨在此，所有人听旨。真圣旨在此，你们是要造反吗？镇南王，你是想抗旨不尊吗？皇上，你当中要为兄作对吗？
从你惦记的皇位起，你我就不再是兄妹，而是敌人。圣旨在此，跪下。哦，不愧和我一样的兄弟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外敌频犯，逆臣掌权，臣恐时日无多，命郡主离殇，寻流落于民间皇室血脉，皇子进殿之时便为登基之日，如有违者斩立决。清此。吾皇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刚刚谁说要整顿九国？刚刚谁说要诛朕九族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夫君圣上一直昏迷不醒，怎么会有圣旨呢？对，这圣旨一定是伪造。伪造，所以众臣认为陛下口谕，让这狼子野心之徒掌管朝中事务是真。而这盖有五朝传国玉玺的圣旨是假，诸位大臣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李生，儿戏到此为止。即便你手中是真圣旨，那你又拿什么证明他一个低贱的乞丐有着皇族的血脉？好，许是从街上拉了个乞丐冒充我皇子。行了，朕就知道你们就不可能相信。先皇不是还在吗？咱们就滴血认亲。他怎么会如此自信？难道？走吧，随朕一步养心阁。李宗，先生，没事啊。一群五木村庄之辈，也配和我秦明共一组？说我造谣，等我又进皇室，就用打等的脸。云裳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？等会儿啊，滴血认亲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在我身上，你就把这个偷偷滴到碗里。皇旭，你不会是假的？天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那皇子是皇上兄弟和皇后所生。月长，只有把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安全。那么多双眼都盯着你，让我怎么？秦丞相，还不快来？喊什么喊？只能赌一把了。赌一把。拜见王爷，拜见郡主。这是？霓裳奉陛下之命寻得了皇室血脉，如今需要用陛下之血验明真身，麻烦李御医了。是御医，此事事关我五朝根基，众大臣在此见证，又能有一点吗？诺。哎呦，齐丞相，您这是？禀官情绪受惊过度，我的心脾如针刺一般呐。秦丞相，我看你并无。要你呀！你为武朝担心建立这么多年，累到武朝不起，今日总算是拨开乌云见明月了。我没事，我武朝的未来就在你的手上了。秦丞相，你放心。真的假不了。队长，我当什么宝贝呢？一颗夜明珠就想收买我，真是个老。等假皇子身份被揭穿，定有这个这一帮王爷，让你被加一等。
哎，郡主，陛下的血滴在这碗里了。来吧。是真是假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流的血下不下贱。现在知道怕了？怕。等等，以防你这卑劣之人耍手段，这血孤来帮你取。你血融了。这吕依依还是有眼色的，宝贝云图。怎么可能？那老狐狸给我的东西我压根没用。陛下身份已验明，尔等还不臣服？快去不看谁敢问。镇南王，陛下身份已验明，你是想造反吗？造反？我手握百万大军，如需造反，何须等到今日？依依，刚刚你可是收了秦丞相的好处。这是什么？这都是秦丞相刚才装逼给我的，这和我无关呀！王爷饶命！这个老怂包，有真皇在此，怕惹英雄王做事。秦丞相，都什么时候，你还在这里搬弄什么？吾皇陛下还没有死，他那么相信你，令你做武朝的丞相，而你呢，连天下之财，在陛下龙榻前都结义了，无权篡位。你是不是想让陛下赐封名望？大胆秦平，勾结丐帮，谋权篡位，秦岁当诛九族。当诛九族！李云姨，刚刚可用了这瓶中之物。我。像这种庸医留在陛下身边，只会造成陛下的安危。这里面的明矾没动过，难道我是真龙了？苏云大师，现在排名是公布的，讨论是上榜，您商认为应该再观摩。陛下本就时日无多，你还这么折磨圣上的龙体。郡主，陛下让你寻龙脉，而你呢？你可道，你找来这么个脏东西来谋权篡位。王爷，如今朝廷内有奸臣，外有敌寇，正是需要您这种强权安稳民心。非臣斗胆，今日举荐您为帝。我等举荐您为帝。你们，云商，看吧，如今民心所向，拥我为帝，这次是你输了。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之徒，做你个摇椅乞怜罢了，何谈民之所向？放开他！是哪人冲我来？丧家之犬，你只会这种激将法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单挑的机会，但你要双膝跪下。你是天子，就是死，也不要跪着逆贼。快点！淘气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医生，看吧，你选的男人没你想的那么有骨气。你真以为我来皇宫没有任何的准备？看你朕双腿跪下！你是何妖物？不管是什么，能让你跪着说话，大胆奸贼，竟敢在皇宫行刺！来人呐！老吴王爷，都给我退下，否则我就把他的狗头打爆！你今天杀了我，你也休想逃离这皇宫！你的命现在在我的手上，威胁我没用。叫你的人退下！退下！都给我退下！不然要了你们主子的命！镇南王，去趟皇宫外。快叫马车过来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你这个叫做绑架，就允许你挟天子令诸侯，不允许我挟异姓王令三军啊！来，叫马车。
都闪开，让我看看这绝物奇兵。小杂毛，竟敢搞偷袭！施主，让我会会你手中的武器。施主既然不动手，我就动手了。小心！小苏，小苏！霓裳郡主，只要指你姑姑，让开！这一世，只有我能杀他！这一世，只有我能杀他！执迷不悟。小苏，这个小杂毛，有事冲我来！放心，马上就到你了。小苏，这一世，又是这个结局。千金之躯喜欢一个乞丐，愚不可及。下面做一对亡命鸳鸯吧。小杂毛，我求三分，你是退位让谁？怎么是死？老叫花，你怎么见？兄弟见好了。傻儿子，绰绰有余。老叫花子，终于把你给逼出来了。这是孤的皇宫，还由不得你造次。小王，好久不见。老叫花，今日杀了你，屠戮欧阳锋，就是天下第一。今日杀了丐帮两位帮主，奉此丐帮为天下第一大帮，也定土崩瓦解，我五朝太平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赵怎么会和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说事？今天就是玉石俱焚，我拉你们一块死！小杂毛，先吃我一掌！呀呀呀！呀呀呀呀呀！你如必不义，老叫花，这天下第一，你收下了，背不背你丐帮选错了人？我老乔叫花，啊！老叫花，真是小瞧了你，没想到你个降龙诀还能精进。小子，来他们快走！要走一起走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，不能早走。这个报仇，玉成，小子交给你。想跑，给我追！臭乞丐，你一个人竟能挡住本王的千军万马？我丐帮的人，先从我的身上打过去。还有我，你怎么回来？上阵父子兵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是这次我们一起练的。你回来是个累赘，虎父无犬子，本帮主只是没空出手罢了。好快的暗器，先把小叫花干了。杀死他们，我掩护你。这很厉害吗？打呀！这小子真硬啊，要不是老夫有钢筋护体，我被射成马蜂窝了。老蛤蟆顶住，这小子暗器可以用光了。姑不信你这暗器能打穿钢甲。禁卫军，杀！什么情况？小梅，乱跑啊！啊！烟雾有毒，退，不退！学废物，不退！小苏，小苏，你撑住！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，你撑住！慢点！对不起。小苏，你绝对不会有事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啊，不会有事的。这是你第一次为女人流泪吧？因为秦氏唱过一首青花瓷，也能为我唱一首吗？什么时候你还吃醋呢？唱不好，我就让你跟我一起死。你别说，我唱。不是你
亲手磨过的，那就叫做宝石。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叫做火焰。你呀你，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稀巴烂，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。今生今世要死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。小姐，这一世要站到最高位，不要再被任何人欺负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再欺负我们。到了，快下车。好，老乔还可以救吗？不能救，也得救，不然他死，你也得死。过去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郡主一定会相安无事的。是儿，让你打造的东西打造好了吗？打造好了一批，但还未实验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不好了，姚军派了数百精锐，把咱丞相府给围了。他们还拿着火把说，只要你不出去见他们，他们就把咱这给点了。数百精锐，明知道我们丐帮在京都有上万号队伍，却只派了百人过来，这就是想让我带人去反抗，给我们丐帮扣上叛乱之罪。镇南王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披着羊皮当正派啊？就如你所说，发号施令，让我们丐帮弟兄们去围堵这数百精锐，全部。明白。是个杀，不可辱！牢中乞丐，有种把爷爷们都杀了！真当小爷不敢把你弄死？真是一群终将士卒啊！你可知你们被当作棋子所用？别白费心思了，我等世子教中王爷，是你们这群有娘生没娘养的能策反的。兄弟，忍不住了，弄死这群龟孙，让他们知道谁是爷爷。哎，这做大事是朕常人不能忍的事。你可知我为何不杀你们呀？呸、哎！你就是个怂包，杀人都不敢。就你这胆量也敢和镇南王叫板吗？我是怕，但是我更怕我自己的人。一旦我今天把你们全都杀，那我们丐帮必然会跟朝廷开战。我们丐帮弟兄流窜于市野之间，这一旦开战，那百姓便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。如今外敌当前，这一旦内耗，五朝便会面临灭顶之灾。一群乞丐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今日你们不就是仗着人多才活捉了我等？我五朝百万雄师，爷，你们丐帮连音乐都不需要。我去你大爷！我去你大爷！哎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你刚才不是说成大事情要冷静吗？一个有妈的了不起是不是？装什么不怕死爷们？我看就一群闹钟，一颗脑子被镇南王洗瓦特了。我们五朝的钱为什么那么多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和玩意一群扁，你们要是当不了兵了，你们不也是乞丐？仗打得越多，那乞丐就会越来越多。想灭我们丐帮，只有一个，没有人，人吃不饭。大娘，把人放了。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把人放了。来人，给他们松绑。诸位，
大家都是有娘亲，谁都不想被骂成没娘生的野狗。我们丐帮不忍，但是绝对不怕。回去告诉老家主，都这么巧，我们丐帮人手不紧，劝镇南王乖乖投降臣服于他，不然我一炮把他镇南府给轰了。到底是人是鬼？哎，刚才不是挺横的吗？现在知道怕了，带上你的人，赶紧滚！我们走。你们干嘛？可是丐帮给你们留饭吗？老帮主收留。叛徒！刚才我也知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来，快快请起。诸位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这能留下来，就是我们丐帮的兄弟。我乔起在这里向大家保证，就算是乞，也可以吃饱穿暖，花自己钱，养活自己家里。王爷，您这招真是高啊！用几百死士逼迫丐帮与朝廷作对，再一举拿下这帮反贼，一得民心，二得天下，真是一石二鸟啊！本王隐忍不知这么多，一个乞丐妄图本王争天下，现在只等东风归来，吾便可一统五朝。报！王爷，这东风来了。王爷，张校尉从城下府拜天安慰，求见。为何败逃而归啊？死了多少人？哦，你一人战死。啊？所以你们是当叛的？其余人呢？他们都叛敌了，加入丐帮成了乞丐。好啊，孤养，宁愿当乞丐，也不愿为孤战死，真是好使。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王爷明鉴了。属下对您忠心耿耿，别无二心啊！你是？这那个叫花的，让我带来给您看的。还说是这个东西像什么？全自动步枪。我亲眼看见那叫花的拿着这个破铜烂铁，一秒钟之内打出数百发的花生米粒大小的钢球，把那百吨巨石打成碎石了呀！百吨巨石。赵尚书精通奇门遁甲，怎么看出此中门道啊？似乎巧夺天工啊！不过微臣确实看不出来其中的原理。那赵尚书觉得此物能否击碎百吨巨石？前些时日那叫花用手掌般大小的暗器射出花生米粒大小的铁石，就能将身怀绝技的高手打得都毫无还手之力。此物如此庞大，击碎百吨巨石恐怕不假。我听闻丐帮暗中大量收购矿铁，莫非就是生产此物？对方有多少把？属下只看到一把，但他们说丐帮人手一。他们还说什么？说他们说王爷您根本就不配做他们的对手，劝你早日投降，下跪给他们道歉，不然就炸了整个镇南王府。王爷，这叫花想必是吓唬你，如此精妙的暗器短时间内不可能量产。不管他们是不是人手一把，如今已经等不了那么多。传令下去，陛下已被丐帮帮主乔起所毒杀，凡是和丐帮有来往者皆视为谋反，昭告天下全力围剿丐帮，乔起项上人头者赏银万两。是。王爷，这陛下可还没有驾崩啊。那就让他驾崩。老乔，您伤怎么样了？就知道心疼你的女人，要不知道心疼心疼我，看我都成什么样子了。对不起啊，这次是我没有准备充分好。好了，这女娃子命算什么？日后好生修养，
还能生一个大炮响子。那就是。去吧，你们也算一同经历了生死，我老叫花子也该去好生休养了。小苏，感觉怎么样了？怎么几日不见，郡主也回海丘了？我没有。我逗你了，那一日你舍命救我时说的那句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上一世咱们真的认识吗？你把秦氏休了，我就告诉你。情况不好了。何事这么慌张？郡主，氏儿无意打扰你和相公，只是事态紧急。这是怎么了？心怎会如此慌乱？一看到他与秦氏就……这异姓王果真是忍不住了。发生什么了？没事，你好好休息。婶儿，霓裳就拜托你来照顾了。放心吧，相公，这有我在。好好休息啊。我一人就行，无需你照顾。郡主为何不驾驭起来？刚刚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诗儿无意窃听，只是诗儿从郡主的眼里看到，对齐郎的爱并不比诗儿少，而且他的命也在你手里，诗儿愿意作响。公主，公主，兄弟，镇南王杀爱圣下嫁祸于你，还派人围剿咱们丐帮，取你项上人头更是赏银万两，这也才能忍？干脆炸了他镇南王府，干死他镇南王，干死镇南王！中招了，你们可想要这悬赏的万两白银？王府，你这话说的就是瞧不起我的。没错，凡是举功过，被人瞧不起过。但是，是你让我过上这辈子最风光、最有脸面的日子，只有你，没有咱们丐帮抬头做人的日子。这万两白银，十万、百万，我可能让活的出卖王府。我乔喜何德何能？王主，王主，苍天在上，日月为证。今日我乔喜与丐帮众长老结为义兄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快请起。他镇南王悬赏万两白银，就想要我的人头，听人说吗？像这种抠搜之徒也敢与我等瓜分的东西，那镇南王的狗头我们丐帮出一千万两。兄弟，这一千万两该是便宜了别人。你等着，我这里有带领兄弟们抄了镇南王府，取他狗命。哎，善恶终有，他镇南王刚愎自由，天主必然会死在自己人的手。三军整顿如何？不用往里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一举端了丐帮的老巢。好、啊，何事如此惊慌？王爷，这是当地渔民捕捞上的鱼，每条鱼腹中都含有一张纸条。鱼巢换镇南王，可以啊。王爷，不是我，是当地渔民捕捞上来的鱼。传令下去，当地渔民就地正法，军中再有扰乱军心者，斩！王爷，你这样会乱了军心。你草芥，也敢教本王做事？啊！周安，你要造反吗？造反的是你，异姓莽夫，有勇无谋，瞎了眼是你！来人！打工是谁呢？我才是你们的王。真皇有令，反斩镇南王首级者，赏银千万两。快，今天就戴罪立功了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妄想取本王首级。来人！来人！
你怎么来了？你离心离德，你的人请我来的。我要杀了你！来啊，看看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枪快。你不能杀我，杀了我边境必乱。当老师不笑，老子天都不怕。何惧那边境倭寇？这一仗，我输了。本王手握百万雄师，怎么会输给你一个乞丐？百万雄师，狗屁的百万雄师！我敢将我的性命交付于我丐帮兄弟的手中，你能将你的命托付给你将士的手中吗？交出三军，是你唯一的机会。让本王如蝼蚁般活着，绝不可能。来啊，杀了我，杀了边境必乱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谁杀了他，位子谁坐。回来，懦夫，回来，丹丘。你们不是我的王，狗可是你们的王。吾皇在。吾皇可不敢乱讲啊！我要是九五至尊，就凭你们之前顶撞我的话，早就都诛了。这。陛下，这普天之下除了您，谁还有资格坐在这个皇位上？请您。哎，陛下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陛下啊，吾等之前是有眼无珠，虽然一贼已除，但边关倭寇频频来往，吾国不可一日无主。恳请陛下冰释前嫌，还以江山社稷为重。恳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叫我登基呢，可以。不过诸位的位置可就得动。诸位大臣这见风使舵、拍马屁的功夫，我见过，确实专业。不过呢，我看中的呀是个人的能力。和治理国家的真才实学，还有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。只要陛下肯掌管天下，微臣愿脱掉官帽，上交所有财富，重新参加科举，从头来过。哦，我等也愿意。行了，诸位的决心朕见，那就明天早朝见。众爱卿平身，谢万岁。有何事请奏啊？陛下，金国特使西域公主求见。这么快就来了，宣他们进殿。宣金国特使西域公主进殿。见过吾皇，还不下跪？给一个臭乞丐下跪，你们吾国也可真够激进，大胆蛮夷。哎，秦丞相莫急，来看这金国来使所来的目的是什么，再斩不迟。斩我？你们五国人也就斩来使这点本事了。我奉大汗之名来驱你们北境使者。听说你跟镇南王内斗取得皇位，现在元气大伤，用你北境驰骋，我金国可保你十年富贵。这笔交易你觉得可划算？哼，西域公主所来何事呀？我听说陛下是当了秦家赘婿才得了皇位，在我西域女子为尊，母后听闻你上位一事，对你很感兴趣，想要纳你为妃，你这嫁妆就是五国江山。难道我们五国没有人了吗？主子都没说话，一个狗奴才就说什么。乞丐王，北境驰骋还是远嫁西域，你可想好？那朕要是都不选呢？那我西域就和金国联手灭了你五国，再慢慢分。好一个慢慢。来人，在江州二人给我拖出去斩了。是。齐天皇，我交战不斩来是你的枪法。这许环，母后看中你是你的福分，你竟然敢杀了官吏。朕是不敢，但是尔等侮辱朕，侮辱朕的江山，朕必斩。齐天皇，你不能好死啊！母后一定会为我报仇的，将你碎尸万段。
周将军，末将在，派特使人。上，叫上兄弟们抄家伙，随朕出征，一统大夏。遵令。水城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洗澡水给你放好了，是十二伺候你沐浴，还是要宫女？十二，朕明天就要御驾亲征，咱们抓紧时间给老乔家留个后吧。皇上不许乱说，若不能白头，便要一起赴死。嗯，你怎么在朕的寝殿里？之前我不是一直住你屋里？明日我跟你一起出征。别闹了，留下来乖乖养伤。我说过，要死你只能死在我手里。你不是想让我给你当丫鬟吗？只要你能统一大夏，我就给你当丫鬟。可以，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要和十二通房。乔琪，你别得罪近臣。你我同生死，我必须要给我老乔家留个后。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啊，别动。你不介意我在这儿，你们就继续。朕还就惯着你了。